这里只是我所拍摄的北京周边众多的垃圾场之一。从2008年10月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在这将近2年的时间里，我走遍了北京周边的4-500座垃圾场。我把这些垃圾场的具体位置用黄色的点在地图上一一做出标记。最后，从这些点的分布上来看，很明显，北京已然是一座被垃圾包围的城市。家里做菜的，对不对？